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系列》，这是我们1744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还有怪奇物语的联名商品，这是一部惊悚美剧。那我自己的话呢，并没有特别去看，但是呢，我请我的好朋友中方影月兄呢，稍微给我科普了一下里头一些知识。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将给各位呢，一一的来解析这款玩具到底包含了多少和这部美剧里头相关的彩蛋呢？首先，这款产品叫做 Red Code， Red Code 这里啊， Code Red 就是红色警戒啊，它是里头的主人公一群呢，他们之间的互通的一个暗号，那表示说是一个非常紧急状况，就会用 Code Red。然后这个包装盒的话，做的是一个披萨盒的样子，这个包装盒非常的精美，里头蕴藏着大量大量讯息的彩蛋。然后呢，说明书啊，在这里头，它这个车子的一个形状，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模具的时候，我以为是消防车啊吊车的这个改模，后来发现其实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啊。好，这是一个包装盒披萨盒啊，这里是一个 pineapple， 是凤梨口味，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加一个什么，就是加辣吗还加什么，但是它旁边还特别注解了一个啊，是红色警戒状态啊，可能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来给互通讯息用的。打开之后的话呢，啊，我先说一下，我是已经把它玩过一轮又把它回合的，所以这个包装起来的话呢，可能会跟你的不太一样。这个里头有一颗真的就是像是汉堡啊什么一个打包起来的一个样子。那这个盒子里头就有一些隐藏的彩蛋在这里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剧中魔王的一个形象在这边啊，最终 boss 的一个淡淡的一个形象在这里啊。你如果远远看，你会以为是一个披萨这个打开之后啊沾到油污的样子，但其实它隐藏了一个彩蛋在这里。那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整盒给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如果你把东西全部拿光，没看到里头还有一个小碎片啊，披萨吃剩的一个样子啊。第二层的包装，它这里也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就是这个地方你翻过来，这里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剪出来。其实它是一副眼镜啊，这个也是在剧中呢，这个主人公他们呢有拿出来一个啊，用来这个让眼睛的话呢不会受到光影响的一副眼镜。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剪下来了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侧边这里，整个到这边。这个戴在耳朵上面的部分，但是我个人没有打算破坏的这个包装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它蕴藏着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讯息量的彩蛋在这里头。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把它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玩具的车子了啊，一台披萨车啊。对了，它里头还有一些小东西，这个还有一些小配件隐藏在里头，那也是用这种包装纸袋给装起来啊。所以说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建议各位吧，这个里头的这些纸啊什么的，千万不要当成垃圾，不要当成垃圾丢掉啊。如果你这个玩具你想要把它保存的完整一点的话呢，连里头的纸你都不能丢啊，这个真的是 OK， 这个算是怎么说啊，就用心做包装到了一个极致啊。那这个用脚做玩具了啊，这个一个披萨盒OK， 那旁边的话呢，都是一些小配件，一个像是狼牙棒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像斧头的。那另外这个就是一个特效件，那这个特效件的话呢，待会是跟枪做一个组合的时候来做使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车子，那上方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另外拔下来的。那前面的透明挡风玻璃雨刷有做出来，然后有一个这个打了铆钉的这个轮胎，这个有打铆钉跟没有打铆钉，这个轮胎的滚动性是好坏是相差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那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上面这个部分可以把它打开，然后这个侧边这里，侧边这个地方把它给掰开来，这里也是一样，两侧。哎，我去，好吧，我把它。所以把它给掰坏了，然后两侧这个地方挑开来，两侧往上挑到底，然后呢这个地方上下分开，可以先左右分开好了，我记得是这个变形很简单，分开之后的话呢，腰部旋转180度，再来我们把这块部件往外整个的翻出来，这边再塞回去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整个的翻出来，脚掌就整个翻出来，到这里它的腿部的变形就算 OK 了。那上半身的变形呢，各位可以看到它两手的话有一个凸扣进上面这里，我们把它解开来翻到前方去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翻出来之后，这里黑色的有两个黑色的凸扣进两个黄色的洞啊，这个
就是黑人跟亚洲人的一个组合，这里要扣进去，以及呢这个地方灰色跟黄色这里也有组合卡扣，这四个洞的话呢最好是能够同时扣进去了啊，它的一个造型会比较稳固一点点。好，都扣进去了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灰色这个部件就是不要让它跑到上面来就行了，手臂自然下垂，那拳头在里头把它给翻出来。好啦，这个应该是危急没有错了啊，这个身高的话是明显就不太可能是一个 deluxe。 好，那它的剩下的东西呢，像这个它原本车上的这个警示灯这里可以翻出来，哎，就变成了一把枪，刚刚的特效键就是可以扣在这里，而你可以把它握在手上啊，当然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而且握的也是挺紧的，不赖。但是呢我看这个盒子的话呢都是把它扣在这个侧边啊，利用这个凸去扣到它的侧边啊，可能是把它当成是肩炮一样用啊。那另外就是这个斧头跟狼牙棒，那这个看起来有点猥琐的东西啊。好，那剩下的这一盒披萨盒我就不知道要特别收在哪里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个机器人的造型来讲的话呢，把它没扣紧，这个机器人的造型啊，注意看它这个头雕也不是乱做的，这个在剧中的话有一个女主角也有一个带着一个类似一个头部的一个仪器的一个照片，我可以放在画面里头，所以说它这个面雕的话呢也不是空穴来风，也是有所本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可动啊，头是球冠嘛，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没有问题，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超过90度一点点。那拳头的话呢，因为这里是一个球冠啊，所以它变成说拳头是可以转动啊，这个又找到新的偷懒方式了，对不对？腰转可以，因为刚变形的时候有做一个腰转，脚侧踢、前后踢啊，膝盖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虚位啊，看到吗？对，但是这个的话可以多少限制住这个角色的腿不会那么软啊，多少有一点帮助，也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那整个配色的话呢，我感觉吧，这种。这是凤梨的黄色吗？夏威夷的凤梨的一个配色吗？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看起来是蛮舒服的啦，蛮舒服的啊。那整体来说就是一款，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怪奇物语的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它这个里头致敬的彩蛋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从它的名字啊 Code Red， 然后里头的这个里头有一个魔王的一个影子在里头，还有一副眼镜在这里，然后它的一个头雕啊，这些等等啊，算是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聊一聊这一款玩具。本身变形是很简单了啊，本身非常简单，就几个步骤就掰完了啊。那变形成车子之后啊，把它塞回去里头啊，是一款非常非常用心做包装但是玩具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